福呢个字俾我一种好温馨嘅感觉。记得细个每一次过年，妈咪都会贴好多福字喺屋企，话可以带俾一家好福气。2015年，我同 100 Plus 希望可以亲手将呢啲百福金罐送去三位大马朋友嘅屋企。记得上 100 Plus 嘅网址了解更多嘅详情。